所以大家呢，在选择这个过年的时候，要吃什么样的菜肴，根据这一点呢，正容有一个呼吁。对，很重要，因为每次一到农历新年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吃鱼翅啦。然后大家也知道，因为环保的意识嘛，可以不要吃鱼翅，其实最好的。都会支持他。对，吃冬粉啊，冬粉其实也一样。冬粉，不是 Jelly，Jelly吃起来是一样。他们都说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，其实鱼翅是一个错误的概念。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你吃鱼翅比较有地位，其实也不然。